台湾的顶头呢，实际上就是咱台湾的行动剧场啊，是台湾的街头艺术啦哈。意大利有歌剧，加拿大有太阳马戏团，台湾呢有什么？台湾有一个最具本土跟草根的阵头。发扬光大，阵头会名扬四海，阵头可以跨到国际舞台。台湾的阵头文化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表演。那么它也非常的多元化，而且也越来越科技化。我相信这一次的全国艺阵强强杯呢，一定可以颠覆大家对阵头的印象。谁说嘻哈摇滚不能跟艺阵结合？全新跨界组合，重量级的舞台，抓住你的眼睛。这一次绝对要你好看。全国艺阵强强杯是一场传统与创新的阵头大革命。这次要让您随着磅礴动感的韵律节奏，尽情享受感官新体验。透过这个节目呢，会当予咱啊台湾的这上基层的这民间艺术，会当发扬光大。二月十八暗时十点，三立台湾台除夕特别节目，全国艺阵强强杯。